喂，我趕住去超級市場買餸，準備今日嘅 party 㗎，你得未啊？得得，五分鐘啦，五分鐘。你半個鐘頭前已經係咁樣講噶咯喎。咁我都係想啊，打扮得靚靚啊，等你有頭有面噶嘛。咁你都想帶個靚靚女朋友出去威威豬噶嘛。同埋我都唔係好耐啫，我都係啊，洗下頭啊，換下衫啊，洗下面啊。唉，又練三字經。啊，畫眼線啊！閃閃啊！你有冇聽到我講嘢噶？係，知道，唔使急，最緊要快。我出到門口啦。係就快啦。哎呀！閃閃，你有冇事啊？冇冇冇，最衰都係張地氈，等我掉咗佢先。哦，咁又唔使，我有辦法。咩辦法咁巴閉啊？嗱，你俾多五分鐘我再去準備一下。又等？等我做一次賢妻嘅責任啦。首先你要預備一對魔術貼。魔術貼你可以在雜物鋪或者在衫褲鞋襪剪出來的，之後就用這個雙面膠紙黏落去魔術貼的兩面，一面就黏落去這個地下，另一面就鋪在這個地氈上，這樣就夠了，實正了。咦，又真的可以，因為膠紙和魔術貼會增加了這個地面和地氈之間的摩擦力，這就沒那麼容易跣親了。這個發明適合一些家裡有小朋友有老人家的家庭使用的。咦，好似夠鐘咯，仲唔行？哎呀，俾你吹翻轉頭先。咁我出門口啦，你記得咧入翻雜物房度攞個大嘅環保袋出嚟啦。好，分頭行事。